上海的人今天潮水还没退呢。这里啊，这里兄弟要关注啊，前面有只螃蟹，哇，一只手臂的，不过个头挺大。上货了，不要跑了，这还是个母的。这边还有螃蟹，味道还挺好的。这边还有一个，这玩意儿，哇塞，这得飞。水坑里啊，还有一只螃蟹，哇，我还没抓你呢，你怎么这么凶？从后面抓，这个母的，有个大海螺，看啊，还在吃这花甲，看下去都下来。大小怎么样？装死哦，这个反应挺快。螃蟹，一大一小，哇，打的还是比较凶啊！哇塞，又来了，上来吧。能看见这个水里吗？水活的话肯定有货。哇，这么凶，也比较大的。这个地方很多人走过了，应该都没发现这边有只海螺，看到吗？小螃蟹也比较多，这样的石头缝都会看一下，说不定就会有螃蟹。不大，把海螺收回去。螃蟹见到我，你还要跑吗？蟹甲红，还是个公的。